一切才刚刚开始。好的，欢迎回来，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哦。我旁边请到的嘉宾就是今晚非常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超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超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先。Hello， 大家好。 欢迎超哥，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帮大家在直播间带来的是我们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的电影的一个全国上映，在2月17号。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女生可以，因为就是已经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买它买它买它，对，可以帮大家就是带来一部好看的合家欢的电影，因为我们有很多同事已经先提前去电影院看过，说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其实我跟超哥有一点点的小缘分在身上，你在南沙上的大学，对，我在南沙上的大学，然后又是，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又一起现居在上海，对吧？所以就是丽姐还有这个关于小动物的一些活动，对，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你来玩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正式直播，是的，对吧？所
看今天那个负责人来了没有？啊，谁？负责人啊，负责人就是我们电影票的负责人。因为今天我刚好跟同事说啊，只有三万张，超哥来了就三万张，应该现场要可以加货的那种吧？是不是太少了？是太少了，加个零，加个零，嗯，来买它，买它！哇，我听你嗓子都哑了，就还好还好，就是我就是这样的状态，就确实比几年前要哑很多，就每一年比每一年要稍微的哑一点点，但是还好，嗯，没有什么问题。好吧，那所有女生们，那超哥的新电影《中国乒乓》我们最终的话是定档在2月17号。那我觉得想问超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日子有什么意义吗？因为青春是十七画，难忘是十七画，画你是十七画，奇迹十七画，赢你是十七画。十七是个很特别的数字，2月17你可以约上想见的人来看《中国乒乓》，和他一起分享所有的欢笑、泪水、成功、遗憾。好，完了，完了，遇到对手了，我这个声音。你是故意选择我声音有一点哑的时候？我今天在路过的时候，我听到佳琪真的是哑了，所以我觉得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抓住这个机会，对，把人间唢呐逼走，把直播间交给你一个人，对，哇，一来你就仗着你现在整个已经撞的脸很红，我已经开始，因为我刚刚已经想，我今天要不要抹上口红来？啊，不用，因为我原来也有所了解，是，我今天就想看你的嘴巴，嗯。所以怎么样？不是有没有受伤？哦，没有受伤，没有伤，很好吧？因为你我知道你为了试很多那个唇膏，然后经常会发炎啊什么的。这我工作，我的工作。我真的很多年前我就了解过。谢谢。你看突然间这么走心，不好意思，咱们继续。不加个零，刚刚不合适。刚刚那个回答特别油腻，然后突然又这么走心，这个切换速度，好，我懂你的节奏了，好吧？那。就言归正传，说到乒乓球，就是很多人知道这是一个比较考验人反应的一个反应能力。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关于就是小挑战一下超科的反应能力做了一个小挑战。我们的小挑战就是用30秒钟快问快答的形式。好，嗯，来了吗？第一个问题，2023年春晚舞台上的大跳动作是即兴发挥还是练了很久？即兴。即兴。你看得出来练那么久才跳成那样。即兴。是即兴发挥。好，那第二个就是拍摄的时候跟那个于白梅导演，就是如果有意见不统一该怎么办？听谁的？听我的。哦，真的啊？啊，不是要快吗？那就是他会听你的吗？啊，会，但就是会其实多数还是听他的啊，就彼此沟通。对，好，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未来在直播间试一下大跳吗？对啊。我怕我跳出去，但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好。等一下我们把它卖完了，我就问你跳一个。现在开始卖了吗？还没有，只有3万个，我们就随便卖一卖就卖完了。真的吗？嗯，那个淘宝那个同事在哪里？光看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就这么几张票？是不是？那个淘宝同事在哪里？那个淘票票的同事呢？啊，真的，快找出来！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躲。举手，举手。他天天躲在后面。啊，真的。是。今天没来啊？今天超哥都来了，淘票票的人不来啊？行，太放心我们两个了。好，嗯，主要是放心。来吧，第三个问题，现场作为导演工作的时候，平时工作的风格是不怒自威呢，还是和气幽默呢？这老自己说合适吗？和气吧，应该是和气幽默。和气幽默。是，好的。那好的。哎，那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很严肃？啊，就是当
好像没有，没有达到自己的就是要有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沮丧，或者是会的，觉得要再拼一下，再来一次，然后之类的。我今天来这就是学习了。哦，你会吗？我平时也是比较和气的那一种，但我觉得这里还是蛮紧张的。哦，真的吗？对对对。你刚刚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紧张？但是其实拍摄现场和这儿真的差不多，因为每个部门的人都是翘首以盼。哦。然后看在我的这个单位里面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了解。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就工作上的紧张，所以其实要有，其实非常像。我来这儿，我是虽然没怎么直播过，现在像演唱会对不对？对啊，我觉得会上瘾的。这今天好像才半个小时，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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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它。好，第四个问题，请说出电影中你最喜欢的台词。嗯，拍完快打我，死都不怕。死都不怕，你怕个球啊！哇、哦，很棒这句话，我觉得每个人在就自己在热爱的事情里面，包括自己在很专注的事情里面，就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是的，就是你就努力去做，用力去做，再让自己拼一把的感觉。是的，是的，是的。嗯，好，第五个问题，哎，我的妈呀，这个问题，孙俪老师和于白眉老师同时掉入水中。孙俪，我还没问完，不能念完。同时掉到水中，你先不救谁？我觉得这个问题谁出的问题？我差点说是李佳琦。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是，除了自己，电影中男一号李佳琦。买他。我现在去。对，你我在电影院里面远。好，你他们看完了之后，我就出场，然后开始跳一段。对对，你然后先把嗓子养好，然后开始准备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试的戏。OK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对，术业有专攻。来，第七个问题，自己的乒乓球实力和跳舞实力哪个更强？乒乓球实力和跳舞都强。或者说把舞去掉。和跳，就是你可以跳着打乒乓球吗？我可以下次试一试。乒乓，因为乒乓是学海无涯，是是 是, 是，而且一旦你试的话、嗯，而且一旦你想跟专业较劲的话，你将认识到你和这个世界的差距和参差，和这个世界的参差，哎，都不是，就是我们越练，其实我们整个所有的团队，嗯，我们的演员都是小白，哦，了解，所以越练你越知道你和世界冠军那是遥不可及的距离，嗯哼。但是你会有一种你打吗？我小时候打过，然后我现在也会打。哦，我可是赢过一位很厉害的老师的哦。谁？怕你会想要找我演哦，真的主角、哦？那必须的，那必须。赢过谁？我可是赢过邓亚萍老师的、哦、啊，亚萍姐吗？上次在那一边，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赢过她一球啊。她说：“哟，小伙子还会发这种球。”亚萍姐还是亚萍姐，情商还是很高的。是是是是，她对人很好，她特别 nice。好，来下一个问题，你的乒乓实力在整个剧组里面是什么水平？整个就只跟剧组里面的人比的话，谁比你厉害，或者你跟谁打会有压力？应该是，比如说，应该是教练。对，可以说是教练啊。好，但出去就不行了啊。我们所有人在杀青的那一天、嗯，应该是我们的职业水平最高的那一天啊。对，然后我们的穿着和我们的发球姿势和前两板都非常好、哦、但出门碰见大爷的话我们全死。好，来下一个，就是问题是会让等等或者小花学乒乓球吗？已经开始打了，已经开始打了、哦、我也是小时候妈妈说哎，学下乒乓球，就是我们中国国球。对，而且问题是、嗯、我觉得中国人都觉得自己会，好像是哦。因为我会打乒乓球吗？会，然后就开始噔噔噔。对、啊、而且小时候抢台子用各种东西，瓦片呀、啊、砖呀、啊、对，我们小时候也是用瓦片，瓦片砖摆一摆、啊、是的。来下一最后一个问题哦，左手打乒乓球难还是忍住不唱跳难？左手打乒乓球难还是忍住不唱跳难？左手打乒乓球难。对，我也觉得太难了，那完全完全没办法，因为我要倒手啊、哦、OK 对对对对。好的，那下面一个环节就是不负责任剧透揭秘中国乒乓的创作故事的一个环节，因为还是想要让你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整部电影的一些创作的灵感，包括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OK，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拍电影，那、就是剧组不务正业，就不拍电影，天天打乒乓球。拍这个电影是因为自己喜欢打乒乓球吗？就是为什么想要拍这种题材的电影？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乒乓是一个我们的国球、嗯、虽然是英国人发明的，是，然后就像我们这个电影首映之后很多人会说哎，我们其实是一个体育大国，嗯，
其实最早的一个缘起是原来看阿米尔汗在他拍摔跤爸爸上映前，他有一次他来到中国，那时候很胖，是，然后也请我到他的房间去，他吃很多东西，他说哦，我现在在一个，我说为什么我的偶像现在他变那么胖？他说我现在正在一个新的时期。后来开始这个片子就开始上映了。哦，了解。后来就发现哇，就有点酸了。是，就是他为了塑造一个角色或者做一个体验，然后他对，会要而且在背后尝试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一个体育大国。嗯哼。对，然后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关于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体育电影，但其实不然。它更加是一个关于人，包括在困境当中，我们怎么面对失败。哦。而不是所说以想要我们怎传么面达对的是成一个功，精神。对，我们怎么走出低谷，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我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失败，相信自己，了我们可解，以走出去。了解，哇，这个点非常非常的棒。对。希望大家看中国乒乓之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跟我们精神上和情绪上的一些慰藉。对对。好，那第二个问题，电影《中国乒乓》其实是喜剧电影，以为很严肃，结果有很多情节好笑到停不下来。是这样的，我觉得需要这样。我觉得首先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非常类型化的电影来做，是。然后呢，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好看的电影。你不要把它分为是体育电影还是什么什么电影，它得是一个好看的电影。所了解。以我和白梅都认为一个电影的幽默感是非常重要。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邓超导演在拍摄的现场遭女演员拳打脚踢，角色的妻管严人设还是源自于生活？还好今天孙俪老师没来，对，要不然这两个问题挺难回答。其实他来了，啊，没有，他在一个隐蔽的地来方。了，我也可以当面说这个。其实对，是啊，下一个问题。好的，下一个问题，导演在拍摄那个演员们拍完电影的时候，现实中打乒乓球，甚至可以以专业的乒乓球员来回就是博弈博弈。所以大家都有，就是花了多少的心思，跟有多少努力在背后。其实我们只用了区区的8个月，真的真的，但是已经很长了，这八个月八个其月实。感觉很长，其实完全不长。而且当我们练到2、3个月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比较崩溃，为什么？是真的崩溃，因为觉得做不到。就是你要，因为我们都有原型嘛，是。你要想我们要去塑造那些原型，然后你越练，你会越觉得。完蛋，不可能，怎么可能？当时其实好几个，比如说丁冠森，他们都来找过我们，是，然后包括这个段博文，段博文要增肥30斤，他说我每天我要增肥30斤，然后我每天还要练5、6个小时，他说这相互抵消的，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了解。冠森也说，他说我做不到，他说我不可能打成那个地步，然后后来我们会觉得，哦，好吧，你在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收获了一种什么呢？收获了这些运动员曾经浸泡在失败感当中的一种感觉，了解。因为我觉得你成为冠军之前，你一定是浸泡在失败感，包括里面我们有一个叫阿如娜演的叫陈文这个角色，其实他是我们唯一虚构的角色，了解。他就是那些默默站在那些冠军背后的，比如说陪练啊，或者说他默默的在为体育事业做贡献，贡但是献。这个贡献可能是台前看不到的一些贡献，没错，了解。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电影院好好的品一品和看一看和就是感受一下。其实当一个人成功，其实你看到的是光鲜亮丽、很辉煌的那一面，但其实他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一些辛酸以及一些努力在里面的啊。是，说的我都有点感动了呢。那我们的片名叫做《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那片名《绝地反击》，其实说也是主创自己的一些经历和一些小故事。我有，谢谢谢谢谢谢，对吗？啊，算了，完全没有提问题。对不起，还是时间很短，对不起，我怎么还能？就是片名《绝地反击》，就是后面的这4个字，对对对，其实说的是也是主创自己的一个故事，是是是，是是，吧？对，啊，所以讲的是这个内容和，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也为什么会拍这个电影，包括和这个电影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结合，这5年，包括这3年，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很多，是啊，不是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或者说每个家庭自己的感受，了包解。括拍这个电影当中，我们也经历，所以说，
白眉在写的时候，他说他的很多东西是流露，就从笔尖流进去的。嗯，我们在拍摄的当中也是这样。是，包括曾经我们，比如我吧，我做导演也经历过失败。嗯，也经历过被很多人，比如说网上被质疑啊，群嘲啊，或者说，哎呀，你的这个作品，你还适合做这个事情吗？其实有段时间也是把这个置之度外了，是把它关在门外了。嗯，就是你不去看那个，是，你会选择一个方式，比如说逃避也好，或者说是，哎，我找一个方式，其实挺好的呀，还不错啊。嗯，换一个角度，其实那是不敢面对。了解。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包括在创作这个，比如说带教练的时候，经常在这个电影当中就会遇到很多时候，就是说，比如吴京在海边找我那场戏，其实就是我跟白眉经常聊的一句。嗯哼，他说：“那你死都不怕，你怕个球啊？”那我说：“那到死那天也赢不了。”嗯，他说：“至少自己没有遗憾。”对，至少你可以踏踏实实闭眼。嗯，所以我后来会发现，其实你面对很多批评的时候，你如果正视那个批评，而不是把它关在门外，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就在客厅，你视而不见的话，其实你会获得更多的力量和前行的一个养料。嗯哼，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在批评当中有更多的金子是可以让你重新发光，补偿你自己的短板。是，因为我自己是个演员，白眉是个编剧，然后在那段时间我们在非常痛的时候，我是自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痛的时候并不正视这个事情，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里面，所以并不可能进步。了解。你会觉得啊，他们的批评是，反正他是针对我的，他是怎么样，我不挑那个看。嗯，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你必须通过那个正视自己的短板。是，我觉得这个点说的非常好。嗯，我觉得也给很多年轻人应该有所鼓励和有所一些帮助。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欢声笑语，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未知和可能的东西。那所有女生们、美女们，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一起支持2月17号全国上映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好不好？哎，我刚刚看到超哥的指甲上有很可爱的小贴纸，所以是，对，小花给你贴的，昨天贴的，昨天贴的，今天还没掉。对，昨天贴的，是昨天他这个贴了一个特别粘的那个，我偷偷的抠掉了，所以这种假片不是因为女孩，我觉得挺不容易。我昨天还问他妈妈，我说这个因为那个感觉不透气，就很黏，很黏，它黏着很厚，是，然后抠什么感觉都不像自己的指甲。但是女儿给你贴的，你会觉得很可爱。很可爱，这两个是自己洗掉的，这两个还有那个白色的那个胶，像白色的像那叫什么雪花一样的哦，对，只剩下两个了。是，那我其实就是有通过我们的一些同事，包括他们以前去看过这部电影，有一句话觉得印象很深刻，叫做 Never give up， 就是我也很喜欢这句话，永不放弃。就是我的工作也是这样子，就是每天可能很枯燥，也有很多的质疑啊，包括每一段时间会有一些些的不同的声音。那我觉得 Never give up 就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很多力量以及很多支持的一句话。那说到这里，刚刚比较的有一点点的好像情绪没有那么的嗨，那我们搞起来，买买买。我感觉你刚刚被你团队是不是洗，就是完全在洗脑，说今晚就是要买买买。没有没有没有，还有超哥，你完全放心我。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amazing， 你在模仿我的那个直播状态是不是？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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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OK， 好，我觉得我还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不同的那种直播状态。那刚刚说到 never give up， 我其实直播间有一个，就是小成员也跟 never give up 有一点点的小契合，就是 never。对，因为我知道超哥自己也养过很多的狗狗，然后。也就是很多的狗狗也很喜欢超哥，那我们今天就派出我们的 Never， 然后看看超哥可不可以现场让 Never 拜拜，好不好？好，试一试。Never， 你今天美容了，你今天洗澡了，他是谁？快 ，Never， 看看看他是谁？嗨，他是谁？哎呀，Never， 你要帮忙不？嗯，你要帮超哥拜拜不？你想个办法让他拜拜？好，必须的。Never 先站上。Never， 先站上了，然后Never， 看这 Never，Never，I love you， Never， 我这边有一个镜头可以反送的话，我有 Never 的眼神是激动的 Never， 先闻一下，哦，很专业，超哥很专业，对，碰到就是陌生狗狗都是要先闻一下味道 Never，
虽然每天很嘈杂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现在感觉到一丝冷静？来，我说救救我，救救我！你再不让我拜拜，我就要睡着了。那我有点累了。因为洗澡，就为了见你，他洗了五六个小时的澡，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你。但你看，他一直看着你，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哎，那我教你一个就是方法，其实它很简单。好，他只要看到镜头，他就会开始。来吧，快给超哥拜拜。我的天哪！你说祝中国乒乓大败哦，快拜拜，快上班了。哎呀，就祝中国乒乓大败。来，我在这儿，镜头在这儿。对了，对了。拜拜拜拜拜拜！我天哪！你说谢谢大家，大家要多多支持超哥的电影《中国乒乓》。我的天哪！你要不要试一试？你只要把他扶住，然后他站在你的腿上，他会拜拜。那么来，那么拜拜。哎呀，那么拜拜，那么看这儿，那么看这儿。对了，哎呀，对了，对了，对了，大拜大拜。那么，然后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记住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嗯 ，never never， 哎呀，厉害厉害 ，never 的小心脏砰砰跳，never never never， 因为是因为你抱着他，所以他的小心脏砰砰跳。哎呦，他太可爱了，天哪！我直播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就我直播第一天他就在，然后一直陪着我们到现在。静止，两个人都在看啥呢？冷静了，冷静了。never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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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never 拜拜，再给大家拜拜一下。我的天哪！啊，对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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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休息快休息。好，那所有女生们，我们刚刚互动了这么多，而且聊了这么多，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想说，佳琪赶快上链接吧。隔安利这么久，很多妹妹很期待2月17号去电影院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那接下来我帮大家快速讲解如何购买今天晚上我们淘票票官方旗舰店的19块9毛钱的观影资格券，但今天晚上的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限量。首先我们只需要花到 0.1 元就可以购买到中国乒乓19块9毛钱的购影资格券。但是我们这张票的话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它的不一样点在于，如果你在电影院的票价是40元以内，那我们只需要花到19块9毛钱在线下就可以买到40块钱的票价的电影票。那如果我们的票价在40块钱以上，那我们就要去补齐所有女生们20块01毛钱以上的那个价格。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展示。就比如说美们票价是69块9毛钱，那我们超过了40块钱，今天晚上你买了我们的 0.1 元的一个购物券，那你到手的价格只需要多少钱？做个算术题，很简单，我们可以抵扣20块01毛，那你就只要40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电影票。如果你的票价本身在40块钱以内，那我们就是直接享受19块9毛钱可以买到一张我们的电影票了，好不好？那所有女生们，我们的兑换时期在2023年2月16号12点钟之前兑换，而且这一次我们一个 ID 可以购买两张我们的电影票，而且哦，我们在兑换的时候可以直接兑换两张电影票出来，所以让大家在线下更加的方便。来，给我们一个镜头好不好？我们来教大家一下哦，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所有女生们一个小举例，它的票价是，所有女生们看哦，我们的票价是69块9毛钱，然后我们到手只要49块8，因为我们是40元以上的票价，所以就是20块1毛钱是直接帮大家减掉了，好吗？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来吧，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没？你们准备好了没有？超哥在干嘛？超哥在为 Never 喝水，真的特别有爱，他们两个在很好的互动。对 Never 是不是可坏了，棒的。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了，那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超哥，我要上票了。嗯，参与一下，来了，我们参与一下，参与一下，来，好，所有女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电影，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哎，那超哥，你用我的方式跟大家上链接。好，好，来，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走。哎、走去哪里？上链接。走去电影院。再来，再来，再来。哇，这挺难的，佳琪这个不容易。来，所有女生。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上链接，好不好？发上好链接，辛苦大家，马上开链接哦。我们只有30000份给到大家，好不好？辛苦大家开链接啦，然后大家可以赶快去拍起来喽。谢谢大家的支持，已经开链接了在这边，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买。然后我们看看现在，好，哎，开始了，好不好？美们，哎，300了，300加。然后看一下，1000家啊，就这么就3000家，对，因为他们在现在在输电话号码，应该是9000家，三万张不够啊，对，没了，没了，嗯，已经没了，所有的货，
哇，是吗？是所有的吗？好，只有这三万张。好了，美们没有了，三万张全部没有了，好吗？辛苦大家。那我也希望，如果没有买到我们的代金资格券的女生们，美们你们也可以去走入电影院，在我们2月17号去支持超哥的电影《中国乒乓》，然后也希望可以为我们中国电影的一些发展跟复苏来助力。那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超哥的生日，那我们一起在直播间给超哥过生日吧，好不好？来，谢谢上，三上链接，唱，我们唱一首，和所有，和所有，预备，起，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烦恼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一天都精彩，生日快乐。对，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谢谢谢谢。第一个是一束花，但是它这个是乒乓菊，哦，然后再加玫瑰，因为乒乓菊它意味着是那个团团圆圆，然后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乒乓菊加玫瑰花就寓意着长久幸福，然后也希望你跟孙俪姐可以长久幸福。好，然后第二个礼物，她现在应该在看，孙俪姐。欢迎你来直播间玩，三二一上链接。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要替孙俪姐送给你的，因为我经常有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孙俪老师的视频，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就养生专家，经常会分享一些养生的东西。对，你逃过了孙俪老师，没有逃过我，我给你准备了从头到脚的全套养生单品，哇！所以你工作的时候、拍戏的时候可以用，不一定。我这针拔了吗？我现在不知道。你刚哪里有针？出门前给我扎的这个，好吓人，吓死我了。然后这个是送给小花的，谢谢。然后这个是送给那个等等的，好，好吗？谢谢。女生们，三二一，上链接。没有链接了啊，没有链接了啊，没有，已经卖完了啊，对不起。好，我们帮大家争取，好，辛苦大家，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齐，辛苦超哥。谢谢，欢迎下次来玩，辛苦，谢谢。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链接已经帮大家上来了，在我们的那个82号链接，好吗？谢谢大家，因为货只有这么多，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不好意思了，好不好？那超哥，你帮我们去找那个同事要一下票。好的，多来一点票，对对啊！我去问同事要票吗？好，那你问谁要？你跟他问同事要票呢？好，谢谢谢谢，辛苦，还得继续是吧？嗯，是，辛苦了。直播都不了解，还得继续，是吗？你以为我下班了？对啊，啊没有，当然没有，我要到一两点钟。OK， 再来玩，辛苦，拜拜，辛苦，谢谢，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那所有女生们，今天只是一个我们的那个电影的一个小福利，对，然后我们希望以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电影，然后在直播间可以推广给大家和推荐给大家，然后为我们的中国电影来助力，好吗？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